咱家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虾，4050大虾，198块钱两盒的，刚出锅。哎呀，鲜，一个字鲜。壳薄肉大哈，看着薄薄的壳，大大的肉。哇，超级无敌鲜美，198块钱两盒，平均算下来也就是划到99块钱一个盒。然后呢，4050的规格意思，就一斤是20到25个左右，个头足够了，不管自己吃还是送给别人吃啊。烫，检验这个对虾新鲜的方法，洗干净直接清水煮，放点姜，放点料酒，直接清水煮，新鲜的对虾水煮它都吃到嘴里是鲜甜的。哎呀，干冒了。这醋呛嗓子。